平，现任国家画院油画院副院长，西安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这样的话就是重颜色，最重的颜色我画上去了，这个画面就开始敲得响了。再夸张一下啊，用托笔染一染，我把我这个感受的往强烈的再增加一下。这个决定了你的五官啊，五官的大小，五官的位置。这是关键啊，位置什么大小就决定了这个人的视线和表情。这个靠点啊，这个点的这个近几年就很少画这么小的头了。我昨天说到很多技艺啊，这个模特你要要求模特一点不动，有些人就一会儿就耐不住性子了，那是不太可能的。尤其那个手的表情，经常你摆了半天觉得挺满意，但是事实上，不是挺满意，总觉得不满意。也许他偶然在动的一个情况下，哎，你觉得这个还可取，就让它固定下来，然后他又动了。那我凭我对的已经认识到那种记忆来完成它。你头不要转得太厉害，好像有点厉害。我准备适应你，追你呢，追得有点辛苦。
哎，注意到了没有？我让他眼睛看我，他头不由自主地往这边转了一点。转了一点，我也能把它把握住，也算数。就是重新。一转呢，这块黑头发就没有这么多了。塑造，现在脸上基本上做了一点塑造，但是塑造和整体的颜色结合起来进行吧。注意不要调一个颜色涂到底啊，一笔画到底是有问题的。这两块已经出现了微差了，我已经微微有点区别，我把它保留上。就在这种黄绿位里边啊，让它沉下去，适当的加了一点点培恩灰，培恩灰是个很复杂的灰颜色。这几块颜色事实上有一点尝试的味道啊，我都在试这个颜色合适不合适，和画面是否协调。我知道我笔根上有什么颜色，笔的侧面有什么颜色。这个地方暖一点点，这地方冷一些啊。
这是经验，经验多了以后就容易控制了。你把你那个上衣啊和那个裙边是一体的吗？对。哦，那就没办法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调回头来，把这个脸部再刻画一下吧。
亮面的边线往后转折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微差啊，冷了，就是这个面很小的一面，很狭长的这个面色带是冷的，某些地方还略略重过现有的背景，这是这画的特点。笔尖上是旋转过去的颜色，笔根上是脸颊的颜色。刚点的眼睛，因为是点的，它这个过分的和上眼睑的关系过分的生硬了一点。这样的话，对上眼睑有所交代，下眼睑应该说还没有画，只是确定了眼睛的位置。画刀画画就是有一个好处，它可以不把下边的颜色搅起来，画刀上本身带的颜色就这些偶然性的东西很有意思，都不舍得破坏它那种尖锐感的东西。今天我给我规定了个难题，很少画这么小的头像了。这是画鼻子，除了高光以外的亮面也是红红的，拍两下，这有点，这面有点更重的颜色啊，是为了衔接这样一个自然转过去的鼻子的体型。
再鲜明一点的红颜色，加上很富于侵略性的深黄、中黄、深落黄，把脸的这种强烈的感觉再强化一下。进去，注意到这儿这种不能那么单纯的黄了，微微的有点绿的亮面啊，这是纯亮面的颜色。主要的暗面和交界线这个衔接的地方还是有很大的余地。再强化一下。再看有没有必要再提亮一点啊？好像是有的。大家注意到那个头发像发套一样的，就是它中间的那些应有的过渡我没有，我要保留那几块很鲜明的颜色。因为毕竟这张画还是肖像画。时间有限，不可能把色纯度里边有，如果有了脏颜色或者是对立面的颜色，纯度降低了，我这个脸上有点不容许纯度过低的颜色。高纯度的颜色，再把它调一下。因为我这是写生的肖像啊，这个有很多步骤是省不了的。你们画画不要求这么快的速度啊，我这个速度是跟油画作对呢。
他的鼻子特点，鼻子，他的鼻子相对的长一点，哎。额头现脸上的基本颜色和塑造都认可了，额头这种关系不难，但是切记争取让它一次性衔接，拍一下这鼻根上又是有这种颜色啊，争取让它一次性衔接，这不要这么生硬的过度的颜色，这种绒绒的头发，很多头发那种虚虚的，一抛云的感觉。那你们觉得这个红颜色有点夸张，但是它是对的。这会儿我其实我头还想再停一会儿啊，一会儿再来刻画它。现在我要把不要过分的跳跃，一会儿这儿一笔，一会儿那儿一笔。现在我有一段时间相对的在做这个头的关系，那么在做到你觉得已经失去判别力了啊，究竟是对还是不对的时候，现有的颜色这个一笔下边有两种颜色，这个其实也不是我的发明，美国画家喜欢用这个，美国一些商业画家，包括一个很好的画家叫斯奇米特，过去有本书叫斯奇米特画人体，机智有余，他用笔的那个巧劲儿很足，但是光知道了巧还不行，还有一个中国文化讲的不要让那个巧太外露了，还要藏于手拙，这个就是大学问了。所谓大智若愚，不是说天生特别笨蛋，不是这个，他要把聪明
还要藏起来一点点。但是必要的这种技巧的掌握非常重要。手指头点一点，这是一种衔接方法啊。其实中央美院的和这个金先生带的那学生，这种对这种衔接是比较重视的。准备画手啊，也是概括的。这很亮的啊，和这形成呼应的。脸整个是没怎么亮，一开始你们做不到言简意赅，但是要有这方面的追求啊。这个时候就要看这个亮度、色彩，包括比例，包括他的表情，手展示别动，其他地方舒服不舒服是很关键的啊，看上去要。矫枉过正，说检查一下比例啊，舒服不舒服？那个上边尽管是厚颜色，还是可以塑造，继续塑造的。如果时间不允许啊，这个手的意思能够一下把握到了，就不必，就保留一些
协议性的感觉也是可以的。笔根是重颜色，笔尖上是你弄的那种颜色，皮肤的颜色。当你压得很实的时候，就变成重颜色了。稍微虚一点就是笔尖上的颜色，压实就又是重颜色。这是小技术，不算什么。暗面的手指头意思到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刚才调那个绿背景的笔，它上面残留的颜色刚好我能用上，所以我就拿它直接调紫了。这个紫颜色可不是那个很概念的啊，画得很深的那种紫。顺便把外轮廓卡出来了。这样如果一路画下去，你慢慢会发现啊，这个亮脸的效果就出来了。这个不必亦步亦趋啊，不必这个完全拘泥，记住你的画面的需要。不必追求跟它完全一模一样。这里边既有绿的成分，也有黄的成分，恰好是。现在我是画的沙发的基本亮面，让这几块颜色前后左右它能有所区别。哟，糟糕，这块是亮的啊，而且你看我里边加了一定的黄绿。像你们画方块、画圆球一样啊，这是另外一个面。这个面呢，它是为什么我急于把这个画了呢？就是，然后这又是一个新的参照系。这个参照系呢，返回头来，我肯定是一个肖像画，我肯定要把这个人物形象要做一个较长时间的刻画。那么这个有了这样一些环境色、环境的内容，对我后边做脸再做什么调整，形成了一个
新的参照物、依据。这是真正的暗面，咱这毕竟是灯光，这些线条塑造的暗面，这些线的组织啊，应该说是要考虑整个画面的结构了。现在画这个还有点早。这一节就是从起稿到那个基本的颜色的分析，到开始铺大颜色，一直到头部的初步的刻画和这个身体啊、背景啊这些颜色的相呼应关系，目前只能做到这个地方。这节课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。